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来到我们古尊胜诉的盘势丁宁，啊，我是蔡宗远蔡老师。啊，今天呢，这个这个川普哦提到了、啊、我们台湾，因为这个太有钱了啊，甚至抢走了晶片的生意，所以呢，要我们向美国政府啊去付这个保护费。那今天呢，整个大盘纹身啊，就出现了一个压低。那刚好也呼应在外资的净空单的一个部分哦、啊，三万七千多口、啊、一个新高。 先前的新高是四万口啊，所以造成的指数今天是压低，我来去做一个压低结算。包括你像台积电啊，台积电在中场的时候呢，也是做跌二点三六个百分点啊，指数的部分今天也做一个做一个压低。那最大的几个关键哦，除了外资净空单的一个关系，可是呢，它会调仓做一个换月的动作了。那再来加上什么呢？就是说呢。 今天呢，虽然是压低下来，可是它有利空测试的一个味道。可是呢，我们要去思考的是哦，会不会影响到所有台积电，甚至所有半导体供应链，好、哦，甚至呢，整个这个 AI 的进度，甚至趋势的变化。但是我认为哦，这个趋势性的影响不会太大。短线上而言，我们常常跟贵丁玲说，资讯就是我们去理解方向，我们去理解趋势。 加上呢，在这个趋势当中，在既定的多方当中，我们去找机会、找时机、找节奏，利用资讯加方法哦，就能够等于赢家。所以我认为 AI 的影响哦还是有限的，趋势还是做全球的热度的一个推进。所以呢，台积电的先进制程，包含了像三纳米，包含了像二纳米，还是持续的这个产能的一个爆发。 而且呢，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，明天台积电要法书会哈，那法书会的一个部分的焦点有几个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针对在针对在二纳米的进程，好，它是不是如预期持续的做一个哦，做一个进度上的推进？那另外呢，这个海外的扩展扩厂的状况，包含了在美国、在日本啊等等。 扩产的一个状况，那另外呢，也包含了像毛利率，甚至成本压力，甚至定价这个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。这一点如果假设台积电能够在针对涨价的效应当中哦，那么让金元代工价格，甚至惠达也提到，它可以接受十趴的一个涨价，让涨价的部分去推动了什么呢？推动了获利的成长，毛利的提升，甚至呢营运的高成长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台积电未来的获利能力哦。 它可能一个季度就能够超过十块钱以上，超过一个股本以上，那对于股价而言会有一定的一个加分的效果。那另外再报了像什么呢？再报了像这个爱斯摩尔的一个部分哦、啊，第二季财报已经公布出来是超预期，啊超预期。那爱斯摩尔本身是什么呢？是台积电的上游，TSMC，对不对？台积电的最上游。 就是呢，你晶片制造之母啊，那它在公布出第二季的净利十五点七八亿欧元，好、哦，营收六十二点四三亿欧元，全部都是优于预期。在 AI 的一个浪潮推动之下，新订单明显做增加。那尤其新的哈、哦，新的这个否厄奈米的非常贵的 h i n a EUV 极紫外光科技的一个部分哦，这个部分就是大孔径哦，这个部分呢。 预计台积电也会在明年啊来去做这个订单上的一个加持，所以对于未来二纳米以上的一个进程而言，台积电实际上它的进度跟良率还是能够做到领先的一个动作，好，领先的一个动作。那其中呢，像这个艾斯莫的一个部分呢、啊，它已经领先告诉你创下新高，所以呢，说明台积电在第二季明年展望的部分呢、啊，预计也是超预期。 甚至我们估计可能是二十五趴到三十趴的获利空间，所以同学，我请问，今天压低结算完之后，台积电呢会不会蓄势待发？还有呢，接下来的投资方向在哪里？同学，你一定要记得一个重点哈，台积电只要他要做，他的一举一动都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而且只要他要做，商机都很大。 像台积电进军面板级的封装，同学，你看到今天群创创新高了，有没有？群创前坡的高点在这个地方，那我们买在这个地方，已经创新高了。这里拉回有没有？先前我们就预估，也跟我们先预期，面板级的封装哦，台积电只要要做，商机都很大。 力度都很强。那你跟赵老师说，面板级的封装几年前就有了，几年前老早三星就在做了，老早某某某就在做了，老早群创就在做了。那请问为什么没有发酵呢？为什么是最近七月一号的时候，台积电说要进军面板级的封装，才开始陆陆续续做一个大涨，甚至做一个发酵，甚至包含了像设备股，像三五三五的精彩科。 做一个喷出有没有？三四九八的阳晨也一波的一个大涨，那为什么呢？原因是因为台积电看谁要做。你如果说今天是英特尔要做，你如果说今天是某某某要做，是三星要做，那起不了太大的涟漪呀、啊，起不了，可能有一点波澜，但是没有办法波涛汹涌。那如果是台积电要做， 商机就很大，如果是辉达要做，商机就很大，所以你看到辉达要做机器人，对不对？机器人大涨特涨，四五六二的影汉，这个翻倍了，从二十多块钱涨到这个八十块钱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翻倍？罗森呢，三十多块钱涨到这一百多块钱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谁要做的一个问题。 掌握住对的趋势，对的产业，就容易掌握住标股。所以你看到三五三五的精彩科，我们六月二十二、六月二十八号，好、哦、做一个这个买进，当天亮灯，隔一天再亮灯。好、哦、同学，你看这个地方好，这里是六月二十八，有没有看到？六月二十八，七月一号是隔一天啊，你会说，哎，为什么六月二十八、六月二十九、六月三十不见了？ 为什么隔一天是七月一号？因为这是礼拜五啊，礼拜五之后呢，礼拜六、礼拜天休息嘛，礼拜一再开盘、再亮灯，所以它是连续的哦，哦是连续的。哦，从这个地方有没有？六月二十八，六月二十八，亮灯涨停。六月二十七号我们做买进，六月二十八号做加码，七月一号在这里亮灯，好，这是七月一号，连续两天两更，七月二号呢？ 盘中一度的公板，三天三根，然后呢休息一下，五天四根，六天五根，之后紧接我们看到休息一个两天，这个出现了第六根涨停，第七根涨停啊，第八根涨停，到目前为止还在创收盘的新高，昨天创收盘的新高来到了七十八块钱，今天呢再创一个收盘的新高来到七十八点八，同学。 是不是效率速度非常的快呀、啊？从这里不到四十块钱，到这里的八十二块七，是不是大大大赚了超过一百趴以上？所以呢，反复的行为把养成习惯，好的习惯决定我们一时或者是永远的命运。邵老师跟各位叮咛说，当台积电要做，我们要跟紧巨人，就能够吃香喝辣。同时，我跟各位提醒到，半导体设备股跟 AI 视觉机器拉回，我们找多方买进的时机，对不对？ 那这两个股呢，慢慢的已经爬到这里来了，哦，已经爬到这里来了。这两个股我当时邀请各位的时候呢，股价位置在这个地方送给你啊，这里啊。后来七月十五号呢，这个做了一个多方攻击，好，做了一个多方攻击，好、哦哦，这两个股我们做一个公开，好、哦，这个就是六六五八的联测，好、哦，联测，它本身有施至层的设备。 好，同时它有半导体设备，同时它有 AI 视觉机器设备。好，七月十五号亮灯，从六十七块钱涨到这个七月十五号是七十三点七，昨天已经来到了七十七块钱。好，昨天已经来到七十七块钱，短短两天的时间，哎、欸，也不错啊，两天的时间十四个百分点。 选定标的之后突破转强，不要犹豫，动作要快，立即跟上。那昨天赵老师又跟各位丁宁说，还有一档 AI 视觉小标股一样的逻辑，一样的，一样的这个技术的切入，那一样的时机的掌握，一样的拉回找买点的机会。所以呢，你看到像昨天七月十六号 AI 视觉小标股，我们提醒大家赶快跟紧脚步，好，赶快跟紧时机。 这两个股呢，今天又非常强势啊，两天两根涨停啊！今天一样在两灯，我们再做一个公开。这两个股呢是三二九七的航特哈，航特本身过去是做安全监控，还有 AI 网络摄影机，那搭上了 AI 视觉小标股的一个部分。所以呢，你看到昨天我们做买进之后亮灯涨停，亮灯涨停之后，今天七月十七号再亮灯涨停。 短短两天，两根涨停板。来，同学，我们看到位置哈，有没有已经爬到这个地方来了？这个位置呢，拉回的时候，蔡老师说拉回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拉回七天，我们找多方买进时机。同学我们看到，跟紧脚步，轻轻松松，两天两根涨停，二十趴。两天两根涨停，二十趴，有没有？ 现在目前已经爬到这个地方来今天早盘一大早就直接亮灯锁涨停，所以呢，我在昨天也跟各位提醒说，哎，AI 视觉小标股把握住跟上脚步的时机。你看到五月份我们重要的一个个股，一档接着一档的验证啊，协议机，包括像这个这个影翰、罗森、世界，啊，甚至像玉金光、华晨、华晨，我们跟各位提醒过。 好，这个从从不到千元到千元啊，包括像罗森，你看，全球产业大势所趋，跟紧巨人，我们就能够吃香喝辣。明年如果台积电资本支出冲高，除了设备股会好，请同学们去思考未来会发生的事情，会实现的商机，赶快去做。假设台积电在整个制程的部分，它要做涨价，回答黄仁勋也力挺台积电要涨价。 那这个时候呢，谁会成为最受惠的方向呢？买股票就是买未来，不是买现在跟过去。其中这里有档个股手上握有一千一千亿以上的订单，转投资的潜在价值超过百亿以上，潜在的价值贡献四个股本的一个价值，同时股价也是拉回这里呢，做转折、偿付的机会。 所以呢，我提醒同学们把握住电话的一个时机，把握住跟紧脚步。好，今天电话的拨通或者是加上老师的赖小老鼠 G A S 一六八，小老鼠 G A S D 一六八，你就可以好好的掌握住这一档手握千亿以上转折偿付。一档百亿好股票的转折时机，而且呢，跟紧节奏，自然而然跟紧台积电，自然而然吃香喝辣。所以呢，把握住。 这个加仓是赖好友的一个机会，那这两个股呢，一样跟紧脚步，自然而然就能够跟紧台积电的一个脚步，能够掌握住该掌掌握住的转折、长复的一个机会了。好，我们今天持间关系就祝福大家操作顺利，下次再会喽，拜拜。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